耐药，大家在我们在长期的吃药的过程中间，这个病毒啊，艾滋病病毒，它的一个特点，它是 RNA 病毒，它在复制的过程中间缺乏校对码，它是非常容易出现变异的这样一个病毒。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药物的压迫作用下，它可能长时间的，它可能会出现这个对这个药物产生的一个抵抗性。那么耐药我们分为原发耐药和继发耐药。那么原发耐药的什么？就是你感染的这个毒株可能就是一个耐药毒株，就是说和你发生，不，假如说啊，你和有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他在吃抗病毒药物，他不规范，他已经产生耐药，你和他发生性行为之后，你被传染的这个艾滋病病毒可能就是一个原发耐药毒株，你感染的都是个耐药毒株。还第二个就是耐药的，就是你感染艾滋病病毒，你在吃用抗病毒药物的时候啊，你一次性不好，你3天打鱼2天晒网，吃几天不吃几天，那么这个艾滋病病毒就会对你服用的这几个药物中间可能会产生一个耐药，这是我们叫继发耐药，就是药物因素诱发下的这种耐药。那么你这种耐药毒株可能会感染给别人。所以说，我们在服用艾滋病抗病的药物的时候，一定要有效的、